高的装奖状也没奖励。什么奖状？我看一下，数学三等奖啊，哎，还是不错的。不过一张奖状有什么奖励的？没有，没奖励。你要多少张？要是你再拿三张过来，我就给你奖励哦。嗯，什么？啊，有三张，有什么奖励的？啊，真的有三张啊！乐乐的是英语三等奖，然后还有一个数学二等奖，还有第二单元测试数学之星。我还有一张，拿来看一下。还有一张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写的是你的名字吗？我这严重怀疑是不是你的名字。这个盒子看得出来，这个俊应该是，这是乐字吗？那行吧，那这样子就可以给你奖励。哇，怎么样？这些都是奖励你们的。哇，用这个吹倒就可以了。嗯、对，用这个吹倒就属于你们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吹。你们玩过那个切水果的游戏没有？玩过啊。里面是不是有炸弹啊？这个也有炸弹呢。真的吗？炸弹的话有扣200啊，扫地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仰卧起坐扣20。有没有？要你，要是你吹到不小心吹到这个了，就是等于吹到了一个炸弹，你就要扣的。你在坑我们吧？怎么算坑呢？对不对？给你们是福利啊！怎么样？开始吧。这样子，我们的规则就是每人冲吹10秒钟，吹到多少就多少，怎么样？你们吹到这个炸弹就要做上面的惩罚。对呀、啊。巨眼灯啊！不吹它别死。哎。对，把眼睛蒙上。啊、来，乐乐先来，我给你乐乐。啊！掌声。好好。像忍者一样。像忍者是吧？忍者神龟，哎，真的很像这个。不是忍者神龟。乐乐，你站起来先。转三圈。转三圈。1圈。2圈。3圈，OK。好。嗯，10秒钟开始计时。哇哇！什么车？大的前挡，前挡，大，不会吧？我怎么感觉是一亏呀？乐乐，哇！你看一下那只虫把乐乐全部吹倒了，乐乐。啊，我这不是吹到了吗？那个没倒。我是说惩罚你全部倒了，惩罚，那是你吹的100块钱倒了也很多啊，563.5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惩罚，有一扣100，扣200，这里就扣了300了，这里又扣50，350，这里又20，370，370再加一个扫地，仰卧起坐10个，还有哎两个扫地啊。哦，一个拖地，乐乐中了563.5，然后扣掉370，哦，还剩下193.5。你好，这是你的奖金，然后你还要再加拖地、扫地，还有10个仰卧起坐。嗯，来吧。不玩。你不赚的话，奖金那就拿回来哦。你愿不愿意做？怎么样，乐乐？你要放弃你的奖金还是怎样？做要不要做惩罚？你不愿意做惩罚，你的奖金就没有。怎么样？给你10秒钟考虑。10。OK， 奖金发奖金，乐乐，西西给他发奖金。好，我们到2号忍者神龟西西，站起来，转3圈，快速转3圈。1、2、3，好，坐下来。才2啊。好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几个没有倒哎，惩罚的这几个惩罚，这几个都没倒。二十个推倒了，要扎在地上面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还有地上还有。你看这个卷卷的感觉，要是体验了一把，你看乐乐西西都想一直在掉啊，感觉他一直在卷卷的感觉，好爽啊！看着数一下，还掉了5块钱，掉了5块。用了就去。嗯，算一下，你看，真心忍不住的开心，593.5。
你几次打了这一个啊？啊，你只扣二十啊？扣，哦，就扣那二十，剩下多少？573块。哦，你不用做惩罚呀？这怎么这么好？这写完了吗？嗯，这题不知道怎么写。哪道题？这里。数学题啊？嗯。你叫爸妈跟你解一下。爸妈说他怀疑这道题出错了。啊，出错了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其实这道题，鸡、兔、同、龙共52只，鸡的脚比兔的脚多32只。问鸡、兔各有几只？我看你是怎么答的，你是32除以2等于16只，然后这个，答案是兔有6只，鸡有22只，那加起来也没有52只啊。对呀，所以我才问你。所以你才问我说啊，我来拿草稿本来。首先它多出来32只脚，你就算出来是16只，是不是？那52减去16只啊，剩下多少只？你算一下，你先把算式给我算出来。你要先在草稿本这里先写，不然你没办法解的。36等于36，是不是？那剩下这36只，它们的脚是什么关系呢？鸡有多少只脚啊？2只。兔子呢？4只。那如果他们的脚是一样多的话，那鸡是不是比兔子多一倍？兔子比鸡多一倍吗？是兔子的脚比鸡的脚。啊！哎，我差点就被你搞懵了。你看啊，鸡是兔子的2倍，那鸡的2倍加上兔子1倍，那是不是一共有它的倍数就3啊？然后36。再除以3等于12，那鸡是兔子的2倍，那鸡是多少？那你算一下，鸡跟兔一共有各分别是多少只？兔子就12只，然后呢，鸡是兔的2倍，然后就乘以24，然后再加上刚刚减去的，然后就是40只，加起来一共52只。那你觉得我解的对不对？大家觉得我解的对吗？还有一题。还有，真的有这么难吗？我再看一下啊。来，我们看下题。甲乙两数的和是24.2，如果甲数的小数点往右移动一位，就与乙数相等。甲乙两数各是多少？来，我来看了啊。好，我来挑战一下，我就不相信我不会这道题。嗯，那尾数都是一。哎，不对耶，应该不是一，那尾数应该是2。那我猜测这里应该是2，哎，那也不对呀、啊，这没有算式、啊、不会，我这个到底确实有点难呐、啊，太难了，我要先想一下，二也不对，一也不对，啊，都不对，啊，这道题我真的不会了，打脸，啪啪。大家看一下这道题到底是怎么做的，5年级的题，真的，我真的把家长都难倒了。你干嘛这么嚣张，这么嘚瑟？我答不了，你很开心吗？yes， 我很开心。那我们就请网友帮我们解答一下，我真的是不会了。